蓉儿，殿下，哎呀，你还在生气啊？没有。那你笑一个。别笑了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但是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知不可为，但是又必须为之的事情。我保证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一定先告诉你，绝对不会将自己置于险境。蓉儿，如意楼不单单是卖首饰，他还贩卖那些消息。我知道，那我就帮他们找令牌，可以吗？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一直跟我置气的。你刚刚练的那是什么武功啊？那是师父教我的武功。在月下清幽之时，只要呼吸和动作同步，便可以做到悄无声息。我们行军打仗的时候，用来突袭敌人。是你之前提到的镇北将军。嗯，我自幼就跟着师父，师父教我文治武功，给我机会锻炼。师父为人正直，击退玄汉多次立了大功，却不居功自傲，一直为我大禹驻守着丈阳城，令人敬佩。要是能有幸见上他一面就好了。等我们踏遍山河时，路过丈阳城，我一定带你见他老人家。